舌尖现象发生的原因是？舌尖现象是指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，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许多人都会的，有太多想法同时发生。我这一年特别明显，睡眠不足、慢性焦虑和信息量过大。这跟年过半百有关联吗？没有关联。哦，没有，就是因为那三个原因。然后这三个就跟年纪大有关系。对嘛？他不承认。我们是不是有帮来宾叫车吗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